秋葵吗？五根串。那
香菜，手机不见了。
啊，四级啊，四级 OK 啊，川菜啊，对。那老弟不吃亏了。一个要两三百，那很大哦，对不对？它有点贵，每次都应该两三百，而且是吃太多了。而且它，哇，哎，可以看这个吗？因为喝啤酒很多，他只是比较会招待，会对啊，弄气氛，喝啤酒就喝很多。可是你看 Ruby 做很好喝啊， Ruby 做很好喝的，酒啊，酒啊，我觉得很不错耶，真的很甜。快点爱跑。那我那罐卖你的，送他就好了。送人家可以吗？就是麻烦他帮你。知道吗？按照石油的惯例，不行，你走还要付费的。卖你十块钱，意思？你走还要付费用，你知道吗？按照前石油的惯例。你他妈你省了空间。但我真的想把 Eric 大五花大绑，然后嘴巴灌进去。我那个真的味道很特。是他骗你们买的吗？他没有骗，他说很好，对，他说喝了会嗨。最近他是应该被别人骗的，又再骗了一个。他说喝了会嗨，他说这是嗨酒。喝了会什么嗨？嗨酒。真的很嗨，嗨。那人品问题，不是真的会很嗨，气到嗨了。这不是一个我们广东话吗？对，不会辣。它是有加了什么？除了那个一般的汤底，它有加别的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谁说它有加别的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它加什么，我也没有拿辣椒给它。跟 Anna 不是说是加的，对啊，然后我看今天看他说那个番茄那一包是汤可以喝的，番茄那一包还跟他加的。如果今天走一半小时，就会把他两个各加一包。那是上次不知道谁番茄，什么？上次是你们后面，上次三年也是走到那个左二番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他说如果再走下去，他说他快翻脸了，那这个脸怎么超丑的？哪里啊？那个林森古道有吗？有，你那一次没去，那时候你在台湾，他那一次在走到都快翻脸，他有点快气不平，他真的超臭的。然后后来去喝饮料的时候，整个脸臭。对，他就是喜欢坐车
是有时候头晕晕的。我那次跟那个谁啊，跟那个 Anna 坐计程车去，哦，不是那个，头晕到不行。哦，刚好又有手机来，我要打字。哦，晕死了。啊？这身体是公民啊，什么广场？恒温下班怎么样？恒温，他都在湾仔，别管了，都分很开耶。时代广场不也蛮多东西也吃的吗？时代广场，时代广场上面有。我记得不是以前医院，我们准备的医院做的，他在海边。是哪个人嘛？哈，你可以看，如果看你去看那个东京大酒店，然后大家讲，可以看了，是不是？媒体嘞，三星。哦，他们不是谁说我去吃？那个灯笼很贵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可是有人说还好哎、啊。就真的很台湾味。我点什么都行。那我跟你讲，我关一个。Causeway Bay Station。
出来了、啊。这看起来没那么高，只有这个这么高、啊。嗯，还是这个啊。要前一张。女人的脸看起来，最高的脸，就看起来是最高的，她是比较脸上长得高的那种。哦，别不害怕，我是个身上胖呀。得嘞，这撑没撑起，这是哪里呀？那个撑到中国不是？湾仔啊，湾仔啊，天气太冷了，那天他都穿着那个半褂裤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俩也没本钱。先看一下两千块啊。搞死狗的，这个。太多了。这边的就不错，一人一份啊。问你有没有位置啊？我先讲，这哪里啊？这里是铜锣湾。铜锣湾。啊？先拿到干锅，煎泥鳅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加油。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吧。我可以演。我都不来了。我都不来了。走了，不该。走了。走了。不玩不好了，我觉得玩比较。好。不玩不好吧。我为什么在那里啊？没有，不能要。我说你可以分开点，可以有锅。没有，都是吃鸡腿。但是我就觉得当时我那个礼拜呀，这么贵啊？对啊，就交五的呀，对不对？反正这些涨起了的。
要不就是前面的 PD 楼下吃。PD 楼下，然后是PD 楼下的。这样吗？哦，不要太黏，那个盐。我都吃生菜沙拉。北京楼可以贵啊。要一只烤鸭，真的吗？要一只烤鸭。就免烤。就一只烤鸭而已，没有只有一只烤鸭，只有一只烤鸭，我们其他菜都没有。要不然再验一碗白饭的。这样酱拿多一点，拿出白饭配酱。你别到我办公室吃。啊，来到自己家吃，大家吃哦。哎，买什么？当时值班啊。没有啊。对，今天吃饭看到我中午三个在打卡的，意思
三张脸时常午餐就出现了。对，发的还不就出现了。走到坐到最贵的地方吃饭。你叫卢小文？对啊，我叫卢小文。小是哪个小？春晓的小。你叫卢小。只要他出他谁呗？小文。是啊。因为他菜不。我们能念的那个。两个都三声啊。打文你就二声。我说两个都三声，你怎么背？鲁小，下面可能是下面的那个老板的站。话好说，可以说吗？有啊，上次有麦当劳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啊，那个也应该也可能没有位置。是，这昨天好像都没吃哦。是，对啊。你看，他们在两个出来，没有那个利益来给居民加班费。那个。有些大家就是说这一扎才学到，你是可以讲吗？我有点讲醋逼，他们不方便。其实我也有想，然后过来，对啊，在香港当公务员超爽，真假的？真的，薪水又高，假又多，真的假又多，假又多，然后动不动就出来也没干嘛，对，然后又给你加班费，因为警察真的公务员超爽，很多东西相对没意义。到这个像很多公司，就是看他们他宿舍可以住，有啊，我跟他隔壁房，也在香港有天堂津贴，哦，天好月好，不过我很少吃，我没有吃过香港天堂。哦，每一个香港公司都有。明明就香港人开民宿，我进去。对啊，那我怎么可以吃到政府不是说都是？哎，怪去吃，你说那天发的太怪了，太怪。他当然知道。SFC 啊，是 SFC， 这不是 IPC 的吗？那为什么不停呢？他停了，你可以下来。没有，所以先停了。没，他现在有在走吗？不是啊，我这里不是在。他底下有个挺好的，要停下来。然后广场啊，他得告诉你，香港跟香港。哦，对。他可能带了要回去的，没有啦，我应该是没了。他是那个你知道什么？天气马上都带他走这一段，对，那在上完了，他走完那个上面，那边不一定有他的。到你看他走这一段，也算很长的。那我们在那个天气马上下车，叫 Uber 一直送到天气马上来给我们吃。就哪一家来送的？哪一家送到？对啊，我们是麦当劳。过去那个，你查吧。我觉得泰国也不错，要是这些泰国，都有泰国。结果去吃浩克餐，可以啊，我也可以接受。真的假的？随便请。不要吧，那午餐有吃那是我们的午餐。对啊，这样我没吃过。那你没吃过？没吃过。没有，可是他那个皮就跟北方包的差不多。老板，你开心是我们的，对啊，叫我们去自己去吃啊。浩克山东，浩克山东在哪？上环啊，到了，下车没？要，是吗？这个在吗？这个是吗？可以继续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走了。这么坚持的，没有，他大概又把你带上去而已。